我操！这啥意思啊？啊？我这擤个鼻涕怎么这么玩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一级杀不了了，我先插个眼儿，打炼金最好是一级能多打他点血。他让我一级学个 W， 这就杀不了了。他马上要升二，呀，卡了一下。他带着闪现吗？带着闪现。哎，其实我刚才有个 E 他好了，感觉。也没事，我可以慢慢回血。打不死，其实就有点亏，他要回家了。他回家出来有传送，兵线其实有点差。放毒可以回家。他如果控线的话，其实我挺难受的。他不控，他还推线，他推线就刚好，他的线也进不来，卡住了还。套他一套鞋也可以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应该是插眼了，我估计。没事，我这单吃的。吃个饼干，谁？派克啊，小驴人，这也没用啊。哟，有点意思啊。
其实我刚才想回去杀蓝枪的，我以为是派克呢，原来是小驴人。这波其实不应该死，技能放的稍微有点快了，我应该装个假猴好了。这把出黑切，我们家没有前排。兄弟们，今年再来招俺老孙吧！他又断了一波，下波兵线应该有炮车，直接让炮车把这塔皮吃了，他吃不着。该死啊！这小驴人怎么杀不了啊？让炮车把这塔皮吃了。这样他就少吃一层塔皮，一会儿他要是不再有炮车，再让炮车再吃一层，让他耗塔的血都没事。我估计应该不能去打红去，没事，他应该不能来，不能来打红。我一会儿出个提亚马特，这安妮怎么不游走啊？他居然真的去打红去了。这个我确实是没想到啊！行了，死了，给人打工了，行。挡地图，只有弱者才会挡地图。挡地图就没有必要了。咱也不是头一天直播。来个提亚马特，收一下 A 九头蛇 ，EA 点燃 ，AW 出瓦转起来，抽再转九头蛇。这波我能杀他的理由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大招。没事儿，那蓝枪装备也不太好。他应该还得收这波兵吧？塔皮我估计好像不太好吃啊。不吃了，算了，吃不到应该。快点过来来一口。Rampage。难死啊！此地物以久留。抽。再抠 ，EA 九头蛇，再抠，你不放大？
去中路一波。没机会呀、啊！小心炼金。其实可以杀。来，把他杀了。下路来试试，正好他在这送。哎！为啥这个 W？ 为什么没定啊？这从身体里边穿过去了。这回可以吃一层塔皮了，我感觉一层差不多，回家。差了我300点蓝，250点蓝。完了，他要吃我的塔皮了。用妖气。小伙子，你好像挺修刚啊，我这一看。这就100块钱了。这个车他没吃走。可以。要小兵把车给补了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这炼金有点我炼金那味儿了。送死流。他把大还交了上一波，没交啊，又跑去断线的了，给我抓出杀音书，这无限送还不把他杀了，先把他眼儿给他排了。炮车你能收得到？哎呀，我操！你还要吃炮车？算了，没有蓝了。我回家了。菜呀，兄弟！哎呀。没事，让他值钱了，可以接受。科学养猪，出个杀人书吧。谁？反正他送啊，他送咱出个杀人书不好一点吗？刚才沈阳炸了一声，也不知道什么声，是的呀，不知道是什么声。这波中路俺们家人有点少，塞纳应该死了，应该死了。死就死吧，死了我们把上路拆了。死一个这倒没啥。
个人，我这边跟他打是不是有点危险？不危险，蓝枪没在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小心，骇客来了。有武器。你这波要能跑了，我就算你厉害。这都没必要，其实。骇客呢？我看看，是不是搁厕所呢？厕所吧。啊，搁这儿呢。刚拿完刷 buff 就还给我，真是的。这哪好意思啊？出点魔抗，轮着妈可不能死啊！轮着妈，轮着妈要是死了，可一千块钱呢！啊，轮着妈没有一千，这虚弱放的好。放峡谷，这假猴绝对是内鬼。我一放假猴，他老在塔下打人，他一打人，那塔就砸我。应该能打赢，轮着妈来了。呀，这都没死啊！一波费劲点吧，能一波吗？费点劲呢，没有兵线了，不行，没有办法一波。哦，能一波，一波，拿下！把红拿了。